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香太厨房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营养啦，同埋有好好味啦，同埋咧配饭都一流的菜式。咁咧煮一个餸有蔬菜有肉噶啦，就是鸡胸同埋番茄。即刻睇下我点样做法。头先已经讲咗啦，今天的材料咧系鸡胸同埋番茄嘅啫。做法咧就喺呢度啦，中文同英文都有做法表，咁你哋咧可以俾工人姐姐睇，叫佢煮俾你哋食就得噶啦。做法咧，畫面咧都睇到噶啦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鸡胸肉嘅营养。嗱，食鸡胸肉嘅朋友咧，通常都系想减肥啊，或者练肌肉嗰啲啦。其实咧，佢仲有好多好处噶、哦。鸡胸肉咧，虽然系有啲蟹啊，冇鸡髀咁滑、哦，但系咧，佢系鸡肉之中咧比较最精华嘅一个部分嚟噶。睇翻画面，点解我要落少少盐咧？我听老人家讲咧，落少少盐落去啲肉嗰度咧，剁佢咧就好容易起胶噶啦。鸡胸肉咧，人都知咧，含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啦，少量脂肪、钙、磷、铁、镁、钾、钠，仲有维生素 A、B 一、B 二、C、E 同埋烟酸等等嘅成分噶。嗱，咁呢个鸡肉咧，我哋咧睇下你想整中式定西式啦。如果西式咧，你可以落呢个油；如果中式就落芝麻油，咁就香咯。睇下你。嗰一餐是煮西餐定中餐咯，咁我其实可以分开一半去腌，可以煮意粉又得一半。好，不如分开一半先。咁都系啦，两落啲盐啦，基本嘅腌料啦，盐啦，胡椒粉，系啦，少少糖。好少得噶啦，吊下味。呢个系罗汉果糖，生同飲食都飲得啦，都食得。咁样捞一捞匀佢啦，系咁嘢捞匀佢。之后，妈咪要俾啲生粉摆落去腌下，你帮我搅啊，继续唔该你。咁咧，我就准备啲全部系啲粉啊，少少生粉，一茶匙咯，加一汤匙嘅水。加啲水落去啦，嗱，又俾你睇下，加啲水落去，加少少 ，OK， 少少水，可以溶咗佢啊！睇下要溶啊，要搅匀佢先，睇下先。小帮手咧喺度帮我手嘅时间咧，我哋咧又继续讲翻鸡胸咧有咩好处、哦。头先咧都继续讲翻啦，鸡胸肉嘅脂肪咧系比较少嘅，佢咧嘅脂肪含量咧同虾同埋蟹嘅脂肪咧差唔多嘅咋，所以咧唔需要担心啦，因为动物性嘅脂肪咧令到人体受到伤害噶，鸡胸肉咧系好好嘅一种食物嚟噶。食鸡胸肉咧，仲可以提高我哋身体嘅免疫力噶、哦，可以增强体力啦，强壮我哋嘅身体噶。嗱，但系咧食鸡胸之余咧，一定要配翻啲蔬菜噶，因为如果你食得太多鸡胸咧，好容易会便秘嘅，所以咧一定要配多一两份嘅蔬菜啦。今日咧，我哋除咗鸡胸肉之外，另外一个主角就系番茄啦。番茄含有咧好丰富嘅茄红素啦。仲有好丰富嘅维生素 A、B 群同埋维生素 C 等等嘅营养嘅喎。嗱，番茄里面嘅茄红素咧系一种抗氧化剂吓，可以帮助我哋延缓衰老啦。而番茄当中含有嘅胡萝卜素啦，同埋维生素 C 咧，就可以增强我哋血管嘅功能，预防血管老化啦。同埋咧，叶酸咧，仲有可以维持我哋皮肤健康噶。
同埋番茄嘅纤维咧都含量好高噶、哦，可以预防男性嘅舌护腺癌同埋女性嘅乳癌嘅。但系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因为咧番茄里面含有大量嘅果胶啊，最好咧就唔好空肚嘅时候食啦，因为咧好容易咧令到你个胃胀痛噶。仲有要提一提大家咧，如果未熟嘅番茄咧，青色嘅番茄千祈唔好食啊，因为咧青色嘅番茄咧含有咧龙葵素啦，食咗咧就好容易出现呕心啦、呕吐啦、全身疲倦乏力嘅现象嘅，所以记得啦。嗱，成日咧都好多朋友讲啦，佢话咧番茄唔好煮咁耐啊，会咧流失咗好多营养噶。嗱，的而且确咧，高温咧系会令到番茄嘅维生素 C 咧会流失咗好多嘅。但系咧，番茄入边嘅茄红素咧系属于脂溶性嘅营养素啦。咁咧要加热咗咧，先可以大大咁样提高我哋人体里面吸收率嘅。所以我自己咧就间中你会食下生嘅车厘茄啦，我嚟整沙律啊，或者就咁当水果食啦。或同埋咧，另外咧都要煮熟啲番茄食，吸收佢嘅茄红素啊嘛。话咁快就煮完今日呢个嘅番茄鸡肉碎啦。如果你中意嘅，可以加只鸡蛋落去，更加好味噶。但系咧，大帮手就唔系好中意食鸡蛋啦，所以我就冇落鸡蛋落去呢个肉碎嗰度啦。希望你中意我今日嘅分享，唔好走住，后面仲有精彩嘅分享噶。嗱，呢个番茄鸡肉碎咧，配饭就一流啦，记得煮俾你同埋你嘅小朋友或者你屋企人食啦。以下落嚟介绍咧，就系咧疫情必备喺屋企咧同小朋友一齐玩嘅玩具，即刻睇下我有咩好介绍。嗱，我就买咗呢部机啦，咁咧事前咧喺屋企咧。我咧就同佢哋有个草星星嘅计划嘅，咁咧食饭嘅时候咧，佢哋唔用电子产品啦，睇图书 OK 嘅，食饭嘅时候咧唔玩手机唔睇 iPad 咧就有星星啦，咁佢啲星星咧就可以咧攞嚟换 coins 啦，或者我嚟换，譬如你帮我晾衫，帮我接衫就有譬如20粒星星，半个钟玩 iPad 或者睇电视啊嗰啲咧。就扣15粒星，咁一個鐘就扣30粒星咁樣啦。咁咧呢一個咧就可以用星星換嘅。咁咧嗱好玩，同埋咧佢有啲波波咧送俾你嘅。咁咧你就可以咧叫小幫手示範玩一次先。好易夾嘅。咁咧入邊咧係有啲紙仔咧，我就寫咗入去嘅。咁就有啲咧就係寫住congratulation， 有糖食啦，咁懷念有時你會俾零食佢噶嘛，睇下咩嚟嘅先，打開啊，睇下寫咗啲咩先，咁啊用啲環保紙啦，寫啲字啊 ，oh sorry try again 啦，當然有啲唔係全部都有，唔係全部都有糖，咁咧有啲有糖，有啲咧就送一個 coins 咁樣嘅。咁咧，佢哋就好開心，可以消磨到個幾鐘嘅，咁就好努力咁樣爭取星星去換呢啲 coins 去玩啦。咁咧就可以養成啲好嘅習慣啦。咁佢哋幾個月已經食飯嗰陣時冇睇機嘅啦，係啊。有呢个掘矿机啦，咁咧佢咧每个颜色咧有4粒嘅，如果咧入一个 coins 咧就60秒，我要佢哋咧如果滗晒一样颜色出嚟嗰啲咧就有零食噶，或者睇下有啲咩奖俾佢哋咁样咯，啫喱啊或者棉花糖啊嗰啲咧就奖佢哋啦，好开心，佢哋好努力咁样争取啲星星去换呢啲银仔。冒险乐园咁好似啊 ，OK， 十入钱，入钱啦，咁开始计时啦，我都唔系成日玩，点啊，落去，得上嚟，
咁樣咧，咁啊攞到一隻色啦。佢唔係成日都幾好玩嘅，其實真係。佢唔係成日碌到出嚟嘅喎，剩翻廿幾秒，都好緊張下。又碌到出嚟啦！咁咧通常要幾個 cons 咧，先至可以換到，先至做到同一隻顏色嘅。音樂一快咧，就開始就快夠鐘啦！啊，嗱又咁樣佢咧，又唔係跌到出嚟嘅喎，好玩啊！